即系咁啊，林振伟依家嚟做呢个喺金钟啊太古广场呢边嘅直播。咁啊，大家都知啦，咁啊，5年前的6月15日啊，咁啊，梁连杰先生咁喺太古广场啦，金钟呢边，咁啊就死谏当时嘅即系林郑政府啦。咁啊，当时即系梁连杰先生咧，仲系着住即系黄色嘅雨衣啦。咁啊，最终啊。